thank mm -hmm. you 南部中海拔山区的台湾、如凯，应该是传承了史前卑南文化人利用石板的技术，发明靠山坡前坡长后坡短石板屋，坐实了住在山坡上的人这个称号。然后呢，在它的密度里面，那个碎石还不能丢掉。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有不是碎石吗？以现在的观念，那些要去丢掉，不可以。 因为那个墙壁它能够耐震，是因为还要放碎石上去，所以它晃动归晃动，地震好了以后它还是不会坍掉，它还是在那边。在台湾组，卢开祖使用石板屋的历史非常的久远，但是在我们两个族群的故事里面，从来没有听过说一个地震，在台湾的地震震垮了、压死了人没有。 来让见识难倒，带你看见台湾，认识难倒。大不大白。我是刘宜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集的《见识难倒》。我们这一集要跟大家讨论住居文化，也就是我们通称的建筑，但是。 我们大家看得到的建筑，其实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我们的不用这一集的名称叫做“建筑”，而是用“住居文化”来代表这一集。我们今天请到对台湾原住民建筑拥有长久研究、众多著作的。 东海大学建筑系教授关华山教授来跟大家谈全台湾各民族的建筑住居的哲学和神灵观，也就是宇宙观和神灵观。接着，我们要请到我们的台湾族人，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熟悉的朋友。 拉夫朗斯理事长来跟我们从族人自己的观点来看台湾族建筑跟当代科学的地质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诠释建筑的人观。我们首先请关华山教授，关教授，请。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谈一个题目，就是台湾原住民家屋的宇宙观和神灵观。六千年前，古南岛语族以新石器时代农渔畜养定居台湾，开展它文化传统还有心智构成之事，其中宇宙观、神灵观不可或缺。 上个世纪初，台湾原住民族以部落、部落联盟组织为主，共约二十族，总人口数不过十五到十七万人。因受限近代民族志的资料，呃，以下仅就一般言的十族，检视传统家屋所显示的宇宙神灵观。塞夏与少人口少，文化发展很特别。 与旧石器时代的小黑人有深刻关联，如矮陵记、拉鲁圣岛，尚且两个族汉化早，家屋都有祖陵栏。塞下以竹子新建两坡对称型的家屋，正门开在前沿，挂有兽骨。除了引入汉人处理竹材的工具方法，也引入多间格局，容纳扩展家庭。 及分化的功能。少族家屋野采两坡对称，正门却开在山墙。各家的祖灵栏放置的位置不一定，里面放祖辈的衣物。农作祭的时候在谢家，狩猎祭的时候在正副头人家。各家建屋换茅草顶，都要启告祖灵，均由先生妈坐小凳于正门前。 将各家的祖灵栏及祭品置于前庭，祈求最高祖灵或者各氏族的祖灵降福。丰年祭的时候，日月盾牌必须进入全部落各家屋里面赐福。一方面显示前庭是部落各家的神圣空间；另一方面，家屋本身呢，透过孩子升天，还有怀孕女变猫头鹰的神话。 彰显了母子强韧的纽带，尚且屋顶可以通天通灵，这使得室内全庭有如对比的神灵超凡人间二界。透过中介空间的正门，和先生妈演坐，还有拿进拿出的祖灵篮、日月盾牌，构成智源的人神沟通回路。太雅视人为灵。 乌 k s ks, 编织而来，必须 GAGA 嘎嘎嘎 a 而活。嘎嘎指祖灵、祖训、道德、农作集团等，它管制人的灵、身体活动，还有生活。在多变的世界寻求平安、迷醉、除秽、远离不洁。家族、家屋和嘎嘎是互依的社会构成。家屋以两坡。 对称顶覆盖互相垂直的二轴线构成的室内，入口在前沿正中，床在四角。因居于高海拔，两个火塘靠两侧以保暖。地坪除了平地的，也有竖穴式的，灵活运用竹木、石板、石块、树皮、茅草做建材，结构构造也多样。 不拘泥，他们的谷仓、竹罩、高架在屋外，与家屋同显质朴美。这都显示太雅化繁为简之心智。家长死后埋于床下，一年内家人迁移另建新居。事实上，除了一些禁忌，他们是家屋在世避风雨暂居之处。 重要的是，今生欲行嘎嘎，男人勇于狩猎，保护部落；女人擅长织布持家。死后就可以踏上彩虹，回到天上祖灵的家。周族家屋蕴含一个小宇宙，椭圆的平面加上前后半圆，呃，锥的茅顶，好像天体啊。中间的火塘呢？ 就像固定的太阳，地下藏祖先，做家内神守护子孙，前后门谷仓，呃兽骨架都以日出日没的轴线安置，正门朝玉山天神的家，后门朝嶙峋的塔山女神家，男子走前门，女走后门，分辨出二元论的空间。 换言之，周家屋表彰了二元人观、地理观，还有神灵观。因其屋架特殊、量体大，可以容纳扩展家庭，达十数人。如同日月运被称为日月的家屋，m 某氏族的周语这个词，意指火塘四周的空间，它称为完全室内。 分家呢，被称为一个座位，因此祭典的时候，各雅氏族在氏族宗家，也就是树干家屋的火炉边，共食祭酒小米，祭祀男猎神小米女神。日据后期呢，呃，周族大社的雅氏族的中屋 A 某，才分出何氏二神的祭屋 Monobasia。Mon 这一布农族同上个世族都是父系社会，居于更高的呃温寒带山间，所以家屋左右对称，为取暖两侧都有火塘，可是他们采取了前坡长后坡胆的屋形，以石板靠山壁而建。南部农因为缺石板，改用木竹茅草，平面格局却不变。 为了容纳大家族，这个家屋可以在两边加长，置放在屋脊线之后的谷仓也可以加长。像抗日英雄家的谷仓就长达二十米，因而命名要对着天窗。生产的时候夭折了，丢那个被褥啊，也要由天窗送出去。家人如果犯了重罪。 流行多年，想要归宗了，也是由屋顶先口跳回屋子里。如果再加上农作祭仪、操演食物道具，其实有如两性交构，这都显示家屋有孕育子嗣、生养众多的文化性子宫。至于南部中海拔山区的排湾如、如凯。 应该是传承了史前卑南文化人利用石板的技术，发明靠山坡、前坡长、后坡短石板屋，坐实了住在山坡上的人这个称号。如果当地没有石板，那就改用木、竹、茅草，也改了平面格局，像南台湾的纵长平面、龟甲形的屋顶的内纹草埔的家屋。 这些都为了一劳永逸，抵抗台风、地震。两个族都有贵族、家臣、平民阶级，也因此，台湾的高价谷仓形式非常多样。各家呢是以长次，不论男女，或者是长子继承家名家业，显然看重头生的孩子，称他为无上种子。那贵族的增加。 家屋还有严行雕刻百步蛇或者是头骨，啊，屋脊下也有男女主灵柱，后墙有神龛放圣物宝贝来显示。更特别的是，啊，在一个家屋出生的手足死后呢，都需要归葬到这个家屋，有如五年祭主灵往返大武山。 蕴含着涓涓不息的生命源头。最后三个族：阿美、卑南还有雅美，居台湾东南，临太平洋啊。都说祖先乘船而来。雅美更清楚知道，大概七百年由巴丹岛来到南屿。雅美住在人之岛、达布之岛啊，属于平权社会。他的家屋包括地下的祖屋，还有功能性很强的。 半地下高架的高屋，还有凉亭、谷仓，屋脊下也有主林柱的，像主林柱的这个中柱，而且还发明出，呃，造木盒子的这种结构构造，有效的抵抗最强劲的台风。主屋有两个灶，一个在前室，呃女性的世俗侧、哦，是煮日常食物；一个是在。 后廊，男性超凡设策，只限于主食。男人从海里取回来的神圣飞鱼。那巫师曾经梦上天，进了天神的家，看到一半是陆地，一半是海。这个后廊呢，正隐喻着海。卑南阿美都是属于母系社会，家屋都有庭园。 可以种菜、养牲畜或者建谷仓。那碑南呢？是居住在台东平原周边啊，家屋也是两坡对称型，朝东的前沿中间做正门，室内葬由西南角开始向东排列，上面是设置炉灶、备食的空间，其余三个角落。 都是放卧床，中间空间就做起居用。男女创新家的时候，以女人的家为名，以容纳扩展家庭为理想，分家为耻。那妇女生产前，屋外还要搭一个小屋。孩子出生了，家中男人就得入住这个小屋，不共用火和水。 直到新生儿的脐带脱落了，遇到家中有难产、生双胞胎、家人被砍首，需要三次呃弃屋建新居，为彻底摆脱厄运，这些均显示家屋有生命保育器的意涵，看重女性地位。阿米族呢，主要居住在东海岸，后来扩及到重谷，还有肯蒂俄兰比。宇宙观以家屋为中心。 连上东西南北各方位的诸多神明来构成，似乎有海洋文化的余韵。家族人口多，家屋普遍大，且用呃通铺连床。屋内以东南西北分辨出男女性的对角角落，并依据这个来界定各区位空间的功能。阿美与卑南一样，哦，巫师。 都有神灵神座以祭祀历代的师辈。头目家旧家本家格局用料大，雕饰多，举行仪式多，显示祖灵的护佑，也具社会意义。像台巴浪的主持，马太安的祖屋，最大最精美。前者呢，现在已经是限定文化景观。北中南的阿美家屋，空间安排，呃，因为历史际遇不同而有变化。 但都蕴含了很强的女性隐喻，可以被视为子宫。这个是呃跟前面几个族有类似的呃这种情况。总的看，各族家屋的宇宙神灵观，呃各有特色，还有关注的文化范畴，其实还同时表现了多样的人观、两性观。共通点是，都以现居地连接神灵祖灵。 以保族人在天地间安身立命。谢谢。台湾主，他们所谓的家庭的成员，因为我们是室内葬的民族，所以我们永远把在埋在我们的那个墓穴的世代的祖先，当作是永远的家里人，不会离开这个家，即便他离开这个世界。 他还是跟我们住在一起，是人要给他最起码的尊严，是用盘腿屈葬的坐在家里，然后面向大武山，让他的灵魂能够飘向大武山、嗯。各位朋友，关教授那么详细的跟我们谈论了。 从文献和资料上比较能够掌握的十个台湾原住民族的家屋建筑和各个族群不同的建筑形式、布置以及它背后的文化观，也就是宇宙观和神灵观，让我们能够通盘的理解台湾原住民。 整体建筑的特性，而且更表现出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多样性。接着，我们要请在地的族人——台湾族的 Labrance 李市长，来跟我们谈谈自己曾经出生、居住过的台湾族石板屋建筑的生态、生态学。 以及地质学的观点，我们请拉布兰斯理事长，请。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以及在现场的所有的贤者、专家，大家好，我是台湾组的拉普朗斯，啊，今天要跟大家探讨以及分享，从地质学跟生态学与家庭的组组织来看石板屋，在还没有进入到议题里面，在这里要跟大家一个说明，就是石板屋到今天为止，大家印象中。 首知道的是，除了国家的法令限制很多，它没有办法延续下去之外，它最终到今天为止，我们要盖石板屋，我们要去恢复我们的传统的建筑文化里面，不但是法令有所限制，到今天为止，大概也没有一位建筑师愿意发放给我们一种建筑执照。 谈到石板屋，这个台湾族的石板屋，坦白说，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它有很大的改变。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原来的传统的石板屋。怎么说呢？到在日记时代，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台湾当时是属于日本，那我们它也要改变这个原住民。 能够走向西化，能够走向现所谓的现代的文明，因此他把石板屋重建了。那同样的，大家现在最近几年，国家也花了很多的钱跟时间去重建这个北台湾群的啊，属于台湾部落的石板屋。但是不管是台湾的， 或者是大家现在经常去的非常有名的好茶部落的传统石板屋，其实给它冠上传统，其实已经没有那样的一个条件，因为那个叫做中华民国以后的中国式中华民国式的石板屋，为什么？因为台湾光复以后，同样中华民国，我们这个国家。 它有一个生活改进计划，又要继续把石板屋架高，又要把它里面的形制做很多的改变。比如说，加了现代的玻璃式的窗户，或者是加了一些烟囱。我只是要告诉大家，真正传统的石板屋，在过去的一百年，这个国家力量的介入，它都有被改变啊、呃。但是，呃，我自己运气很好，是从小住在石板屋。传统的石板屋怎么做？ 大概我是少数那种还会做的人啊，所以也做了很多的书啊，就是让大家了解真正的石板屋究竟是怎么样。那石板屋内的家人，住在里面的人，排湾组对石板屋里面就是我们这一个家，一个家庭成员。排湾组他们所谓的家庭的成员，因为我们是室内葬的民族，所以我们永远把 在埋在我们的那个墓穴的世代的祖先，当作是永远的家里人，不会离开这个家。即便他离开这个世界，他还是跟我们住在一起。因为在台湾族的信念里面，把人埋到荒郊野地，那个只有叫做野生动物才可以死在荒郊野地。是人要给他最起码的尊严，是用盘腿。 七藏的坐在家里，然后面向大武山，让他的灵魂能够飘向大武山，我们的圣山。那世代的祖先不会因为离开这个世界就离开这个家，所以台湾族他有他不同的一种家族成员的概念。在我们家庭的特色里面，除了我们是世代共处在那边之外，从我们的石板屋跟我们家庭的成员如何去经营一个家，就像我们的石板屋。 家庭的伦理到部落伦理的治理的哲学，台湾主家里啊，刚刚前面啊，这个关老师提到说，台湾主有无产的概念，就是我们是两性平权生出来的头生的孩子，第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女的他是男的，他的名字很好听，专有名字叫无产，叫种子。老二以后的就不能够叫种子。当然能够当不产，你会享有。 这个家族里面所有的权利，但是家族里面未来所有的义务，你都有责任。哦，那回到我们的部落，我们的部落，我们有王族领袖，但是在王室家族有一个很美很美的，也是专有名词，就跟从家里延伸来的。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叫我们的王者叫马马张一烂叫马张一哦。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非常贴切的说法叫，叫也是叫无生，我们的无生，我们的种子，哦，那这个就是呃，台湾族的一个概念，如何给家里人一个非常温暖、有安全的石板造的一个家屋，其实台湾族人很用心，世代的祖先累积了世世代代的很多的发明。 很多的发现，然后才累积今天的石板屋。石板屋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容易做。传统的石板屋里面涵盖的物理学，甚至涵盖有一些数理的原理。不管是从它的宽度，从它的高度、它的平衡度，还有耐震，哦、呃，耐震或者是耐风，哦、呃，这个。 关老师前面有提到，我们其实台湾族的石板屋很矮，它的那个峰顶才是只有风吹得到一点点，其他的其实过去都吹不到的。它跟地平面是平行的，啊，所以它耐风。台湾台风很多，尤其南排湾，所以祖先是依据我们的地理环境，地震多不多？多，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石板屋真的传统石板屋的墙面，如果你回到传统的话。 大概都是一公尺以上，为什么要平衡？而且它不能高，它不能高。但是公石跟母石，它就是一个很高的对生态的了解。母石是软性的，公石是硬性的。它在石板屋的什么地方要放对？你全不用公石，你全不用母石，那个房子不安全，它会滑动。因为母石它的是像抓地力一样很强。 摩擦力很强，所以它可以刹车，有刹车的作用。那工时它是有非常硬，在地板跟屋顶都需要有工时，或者是当柱子，只有工时可以做。但是砌墙，我们以母石比较多。那同样的，在台湾族的家庭里面，刚好符合我们两性平权，家里从来不是爸爸说了算，或者是妈妈说了算，而是两一对夫妻讲好的那个才算数。 因为我们是两性贫等的一个社会，在我们的这个气势当中，我们不可以全部都是用大的石头，全部用中的石头，全部用小的石石头，不可以，它会不安全。它一定要从大石啦、啊。可能那个石头，因为它没有规格，来自天然，可能它的规格是十几种、二十几种的规格，跟重不一样的重量。但是它的巧门就在这里，是因为公石，啊，这个母石。 啊，它是大石头压小石头，小石头再压更小的石头，宽的石头去压碎石头，然后呢，在它的密度里面，那个碎石还不能丢掉。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有，有是碎石吗？以现代人的观念，那些要去丢掉，不可以，因为那个墙壁它能够耐震，是因为还要放碎石上去，所以它晃动归晃动，地震好了。 以后他还是不会坍掉，他还是在那边，在台湾组，卢开祖使用石板屋的历史非常的久远，但是在我们两个族群的故事里面，从来没有听过说一个地震，在台湾的地震震垮了、压死了人，没有，我们没有任何的传说，也没有任何的故事里面啊有提到过。那石板屋使用的木头，各位。 不是它的品质而已，硬性的木头啊、呃，台湾榉木；软性的木头像台湾的牛樟，或者是块木。它放在哪个地方，它是负责哪个地方。这个跟石板我那个哪个地方是耐水、耐震的木头？为什么要把它处理成我们的梁？一定要八卦形的梁，侧面看像八卦形，那是为了让它稳定。地震的时候它就向下沉，所以每一个木头。 它不是软的，就是普通；它不是硬的，它就是高级，都很高级。但是它的功能通通不一样。在有水的地方，它一定是块木；在接触到土壤的里面，它一定用到一种树叫山漆，它是有毒的。但是台湾族人知道，那个拿来当柱子埋到土里面，它不会烂掉，不会被蛀虫吃掉。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态学，然后建立了一个石板屋，而石板屋它要安全，它要永远的温暖，因为在我们的信念里面，我们离开这个人世间，我们还是住在那个家，是我们永恒的家屋。那么各种材料的呃规格，当然才有那种互相互为主体，而且呃一种和谐的效力的一种建筑的概念是。 跟现在我们所谓的已经规格化的建材，它的工法、它的技术完全是不一样的。石板屋永远是会呼吸，会呼吸，你会看到三餐煮饭，没有煮饭你会看不懂，因为它永远有烟，但是只有烟的大小而已。突然间，你发现你的隔壁邻居或是不论哪一家，过了三餐，他们的烟还是很小，没有变大。 那个我们就知道，那个家里是不是主人生病了，妈妈生病了或不在，哦，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去协助他们？所以那个烟，不是只有为了要让那个木头，让那个室内永远恒温，永远寿命长，人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那一家有没有出事。我们要借着那个石板屋冒出来的烟，因为我们又没有烟囱的发明，所以。 人的生命跟我们的家屋的生命，它是一直是在对话。接下来我们谈到从老基洛的坐落的高度，看见排湾族的地质学。那我们提到排湾族的这个地地质学的时候，像关老师他有跑过很多的地方去观察原来的旧部落，大家会发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排湾族，他是经常在迁移的一个族群。但是你会发现，他是从河谷。 比较是山脚下慢慢的一直移动到山头的下方，然后从河谷往高地，甚至从松软的土质区，也就是山脚下的土质都是比较松软，慢慢的往那个风化的土层疆土，也就是山顶上的附近，它是从肥沃的土壤里面慢慢的迁移到贫瘠的土壤，只为了什么？ 安全，因为只有硬的风化成的土壤，它是会给家一个安全的家，给我们一个安全的一个部落。旧部落的照片，大家有没有发现都是在山头下方？这个到最后我们族人的部落的发展，到最后安定下来，最安全的地方是山头下方。那边的土质非常的致密，而且都是风化层，所以它非常的安全。 那么我们再看看高山区哈、哦、土层结构基本概念，大家要了解。台湾族一如台湾的十五个族群一样，在台湾这个土地上，也许我们有累积了几千年的经验。我们是高山民族，我们当然对高山要非常的了解。那么在台湾组的概念，大家看这个图，这是一座山，为什么有两条线？然后两条线有最。 底下的我们应该叫山脚下，往山顶，它的那个有机层的土壤会越来越薄，越来越薄。意思是说，我们有分成了三度的空间，在半山腰以下是太阳很少照到的地方，在中间的地方，那个叫做生命线，那个就是动物跟人类最适合居住的地方。那上面那一条线，靠近山头的地方，各位，那个就是要盖石板屋。 最安全的地方，那山头上都是前日照的土地，不能耕种，风非常的大，冬天非常的冷，所以我们都把那个交给神明，所以叫做神意地区，也就是神明的地方，就像我们的北大武山一样的概念。我们对山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了解，就是所谓的山路地带，呃，就是山脚下，它是危险的地带，所以。 太阳也找不到的地方，我们交给世代的祖灵管理，所以人类不能进出，不能开采，不能做新所有的啊、呃，跟耕作。虽然它是一个非常所谓的深山区，其实指的都是那样的地区。它的生态系也很丰富，也是集水区，但是它却是一个崩落区。它是山林的脚。我们老祖先说，我们的山脚下就是人的脚一样，你破坏了。 整个山从半山腰一直到山顶都不断的永远在崩落，所以我们把那个地方交给另外一个空间的祖先，就是我们世代的祖先，成为他们的灵魂居住的地方来管理那个地方。那那因为那个地方是极度危险，那么在啊、呃、我们所谓的生命线的概念，就是人类居住的地方就是山腰带。 哦，其实它是半日照土地。高山民族最厉害的地方，它会告诉你山上哪个地方可以种芋头，可以种地瓜，可以种小米，可以种得好。山顶上绝对种不好，山脚下绝对种不好。哪里种的最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人类的生命线。为什么？因为它的太阳一天只有半日照而已，所以它的泥土有一点潮湿，有一点水分，所以很棒。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就是我们人类活动。 记住的地方也成为我们人类跟动物的一个空间。零现代，也就是刚刚大大家讲的那个山头的附近，那个地方不但是高冷，而且是全日照的地方、风大的地方、土质又硬的地方，而且是极度的恶地，那个才是极度的恶地。所以那个交给神明来管理。就跟大家分享。 了以后啊，我自己有一个感触，就是说，其实台湾族就一如其他在台湾的原住民族一样，我们在这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岛屿，跟这个岛屿已经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跟这个岛屿共生相依为命，一直到今天。但是，老祖先所累积的各样的一个知识啊，各种的科学，以及我们在一个。 对待我们自己的石板屋、空间的那样的信念，其实很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的所有的教育的现场，我们所有的知识体系里面，我们现在的啊、呃、所有的信念里面都不存在。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品味的一个时代里面。其实，难道要传承这些东西，其实不就是大家共同所要承担的责任吗？ 啊，今天我就啊上到这里，谢谢大家。有关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有形无形文化资产，尤其原住民的部分，为什么这么少？其实这个原因有两个：要有安全的一个石板屋的，一定要先学会传统的功法跟技术跟相关的科学，一定要非常的了解，要不然大家到现在到处石板屋都是假的石板屋。 各位朋友，我们听到了 l a n g 是理事长，用他自己台湾族人的身份，非常清楚的跟我们说到，台湾族的家屋建筑房子本身所拥有的意义，而且还跟现在的科学里面的生态学和地质学。 来对照，说明台湾族人对于环境认知的敏感，让我们非常的钦佩。当然，作为一个族人，会有非常深刻的感受的，尤其是自己曾经在石板屋里面居住、长大，更是有深刻的感受。当然，关华山教授他全面性的。 带我们看一遍文献上比较能够掌握的十个族的家屋建筑，跟原住民不同族群在不同环境对于家屋建筑的哲学观，所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关老师本身是一位建筑学家，所以他从建筑学的观点。 也从建筑哲学的观点来看，所有的我们现在比较能够掌握，当然有一些不能掌握。比如说，原住族群的房子就都不在了嘛，啊、哦，就很难能够理解。我们只知道凯达格兰大道，哪里知道凯达格兰的房子长什么样子啊、哦？那这些呢，其实到最后啊。 关老师其实还蛮清楚的说明台湾建筑的特性，但是我们却也知道，台湾原住民的建筑呢，在现在台湾文化资产或者世界文化遗产里面并不被重视，至少我们台湾自己的文化资产来讲。 关教授本身也是文化资产的专家，古迹的专家。我们都知道，台湾原住民的建筑被指定的少，是不是？请关老师特别说明一下。有关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嗯、呃，因为之前也有跟王春山教授一起做了，就是有形、无形文化资产啊，呃，尤其原住民的部分，呃呃，为什么这么少？ 这么少，对对 <laughs> 那就希望能够多一些哈，那其实这个原因有两个哈，第一个，呃，最主要的就是刚才嗯，这个呃主持人已经提到了啊。其实外界哈，或者学界了解呃原住民的文化，当然呃人类学家很多哈，呃可是建筑的因为牵涉到文字，就牵涉到有形的东西哈。 那么，呃，我们建筑界说实在，呃，很少，很少的了解，很少欸、啊，那这是一方面哈、哦。另外一方面就是，呃，族人其实非常关心自己的文化或者文化资产，可是普遍大概不太了解怎么去，呃，做登陆的这些是这些这动作，<laughs> 对对，这些手续啊，paperwork <laughs> 啊，Paper work, 这样的。所以，呃。 我相信往后哈、哦，族人这方面会越来越关心这个，越越会有人学者或者是投入那可是我们建筑学界哈、哦，我就不敢讲了，<laughs> <laughs> 因为跟跟赚钱有关，<laughs> 对不对？因为一般学建筑的他都是上呃市场去去去那个做建筑师了，这样。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假若从 关教授谈的问题，就会引申到我们拉布朗斯理事长所谈到的问题啦。就是很清楚，哎、欸，我这个拉布朗斯我都会盖啊，可是我拿不到建筑师执照。<laughs> 哦，这个 <laughs> <laughs> 对不对、嗯、啊？所以原住民族自己本身对于建筑以及。 住居文化的传承，您刚刚也很感慨的说到，其实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希望听到理事长更详细的告诉我们问题在哪里，有什么可以解决之道。大家已经提到了有关原住民建筑文化能不能延续保存到千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呃，在这个时代里面，刚好也蛮关键。 那主持人刚好，这个老师刚好提到一个原住民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日治时代以后，尤其在台湾光复以后，我们出生的，我们大部分学的教育、学的知识都是被取代了，所以变成是有从日治的教育一直到中华民国的教育，所以我们就开始远离自己的知识体系，其实现在的原住民的。 我有时候不会太见怪，我们的建筑师和或者我们的建筑业没有办法相信原住民的建筑是安全的，是因为我们的资料，我们提供给社会的资料跟相关的知识还不太多，而且其实刚刚关老师天都有一个关键，即使是学建筑的在台湾，对台湾的建筑有学过吗？在学成过程里面有这样的课程吗？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下一代的人，如果不接受我们自己在地的建筑的文化的时候，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会一样，我们的观念会认为它是，它是，它是一个什么不安全的？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从来历史上我说过，没有人有提过说哪里哪一个部落谁有一个地震，因为台湾是一个地震的地方。 跟大家保证的是，真正的传统石板屋，它真的耐震力很强，而且它会抵消那个力量。嗯，它有抵消的功能，嗯、而且啊、嗯呃，像大家看到的老照片里面很矮，所以我说过，连台风都它从它的屋顶上飘过去，<laughs> 屋顶就飞过去了，对，嗯、就飞过去了。它 <laughs> 这个都有已经是考虑到，所以要有安全的一个石板屋的，一定要先学会传统的功法。 跟技术跟相关的科学一定要非常的了解，要不然大家到现在到处石板屋都是假的石板屋，因为那个都有灌水泥<是>啊,啊，<laughs> 都有放钢筋，它不一定比传统的还要牢靠。哦，哦是是是，其实啊，嗯、刚刚关教授也特别提到，我们都知道我们蓝屿的打雾人。 嗯，每一次看到台风在蓝雨都是十七级风，对对不对？但是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蓝雨的传统家屋飞起来？因为它的设计就是，<對>风吹过来的时候，只能从它的上面就这样过去了，<是>不会吹到它的。是，所以各位朋友，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传统知识里面蕴含着深厚的。 现代科学，我们拉布朗斯理事长特别用地质学和生态学来看台湾族自己的传统家屋，这是非常清楚的告诉大家，我们的传统并不是没有科学，而是我们的传统的科学没有被我们清楚的讲出来，<是>让大家都知道。 是，这才是事情的关键跟重点。另外一点就是，关华山教授刚刚特别提到了，我们似乎从日本统治时期以来到现在，对于文化资产的指定，没有什么特别的进步。诶一九三五年，台湾总督府指定了两栋。 原住民的建筑，啊，两栋啊，一个是加平社的竹屋，一个是泰巴郎卡吉达岸的竹屋。可是我们到现在已经过了那么多年，我们指定的文化资产多了那么多倍，我们原住民的房子到底有哪几栋被指定呢？各位朋友，我们真的应该要深刻的思考。 一个多元文化的台湾，我们拥有丰富而且多元的住居文化，我们岂可以只指定这一两栋建筑物呢？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考量才是的。再来，见势难倒，我们下回见。万总。 是这个芝雅干遗址的旧名称。研究工作从日治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距今四千年前，一直到两千年前，是整个台湾史前最重要的玉器遗址的为主的这个地域。贝珠一在现在的材料已经是不能取的，我们就开始烧制这个瓷烧的贝，仿照祖先所做出来的这个贝珠的尺寸、色泽，还有它的重量，把这个贝珠一件一件的制作出来。